羊也把梦斜阳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不要忘记扫描我们左下角二维码啊，点击一下也可以，扫描点击都可以，就可以下载了。全军出击。打剑魔，一上来点点点点点再点，自珍呢，还自珍二段扣哟，交闪，其实他三段扣再交闪也可以，哎，其实不用交闪，他三段扣可以打断我的平 A 的，这都不够细节啊，这就属于不够细，看他抠不抠，他敢一段抠我们就一上去、但是这在塔下这就不行了，但是他这波塔下我必须得杀他，趁他骸骨渡城还没好抓紧时间先 A 一下，让防御塔砸我们，一 A 抠点盐，哎呀这波闪现没走掉，我先尝试一波，万一这防御塔砸不死我，我们这波不血赚吗？死了就死了吧，把饼干卖了，买个血瓶。这潘森啥也没放就死了，这潘森。蓝天白云青山的水儿，哎，插个眼儿，逼他骸骨渡城，他没有药，我们可以找他耗，挺猥琐呀这剑魔呀，挺猥琐呀，先把这波兵吃了吧，省着对面的玩不过来干克我们，万一给我干克死了，这波我们就打不回来了，至少得杀他两波才能打回来了，那就一 A 再 AW A 接双 Q 平 A学个 Q 再 A 等他骸骨没 EA 平 A 吃个饼干吧，没事我应该走得掉，这玩吧没啥伤害 Q 他一下，平 A 平 A 接 W， 哎呀这 W就慢了那么0.1秒，我操，我就寻思摊一下这个平 A， A 他一下的 W， 这波王八应该能杀，我摊了一小个平 A， 这小王八这也属于他运气好，这是
再把出三项不行，得分离者，这三项根本打不动人。你是真猥琐，我发现了。A W A 接双 Q 平 A 再 A 走了，这剑魔不跟我打，但也没事儿。Nice， 爱打不打吧，打不打你下波都得死，谁来也没用。先打个骸骨，我们这波兵直接不动了，让他推，你爱收不收，我兵我都不吃了。现在我们就让他推，等他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他如果不跟我打我就卡住，他如果跟我打他就必死，下一波他必死，他没有任何不死的理由。啊，必死！我看你这波兵到这个位置你怎么办？我看你打不打？好 QE。你是真猥琐，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，你就能猥琐成这个样子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兄弟，你这么多兵，你能有三波兵在我这边，你还不跟我打？我不知道他因为什么不跟我打，他怕什么？他装备比我好，兵比我多，血量比我多，他不跟我打，我不知道为啥，真是什么怕死鬼托生，真是。真害怕。你都不知道他怕啥。走了。因为他知道他打不赢我，他不知道干啥呢，想让塔皮消失，那能行吗？啊，那能行吗？那不行，我厕所回城。别管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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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还敢管，这管你死，这不敢管啊，这可管不了。亚索早点结大，这边能打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好换了一个，正常这一波应该双杀的，上边他还交闪现了啊。来，你一个兵也别补啊！我蓝烈汉，今天话放在这里，你赢不了这把。我不管你小炮到底是装备多么的好。我杀了，
我绝对不能让这么个猥琐的剑魔给我赢了，对吧？下路给我守住，你高地别掉就行，你别给我整一个，你十分钟给我高地掉了，你玩啥呢兄弟？单机游戏推线呢，推推乐塔防游戏啊，你干啥呀？这啥意思？这是长本事了，这是。嗯，我这一看呢，这怎么的跑出来气冲冲的打了我一波，然后发现打不过开始跑了。我们要想赢必须得摊，这波得摊，得摊他一层塔皮回家。水银还得先要这个出完，水银还出完出黑切，可以有亚索啊，平 A 就可以了。哇，索哥可以啊，可以打。能打来，能打，我到了，往这儿走来。剑魔不值钱，先杀这王吧。哎，把下路拆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推下路，快！我已经没办法再回上了。打着小炮一个大出来。不行了，他不出来呀。不出来算了，回上路。这要是以前的猴，我杀这么多人我直接就无敌了。现在的猴。小炮不一定能杀得了，伤害不够。现在给我们的什么压力比较大呢？兵线的压力，我们根本没有推掉几座塔，而我们家外塔全部都要掉了，除了我上路这塔啊。外塔一掉就很难玩了，这兵线永远你就得去处理去，你就没办法一直去团战。我感觉他们可能来找我来了。我说实话，是对面这几个人找我，我应该能换一个。还打这个来，亚索死了，正常。我们去推中啊，
他玩吗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别抢人头啊，兄弟呀、啊！潘森飞了，先杀小炮来 ，EAFLAJ， 杀泰坦来，杀泰坦，杀泰坦，走不掉，这往哪走？你怕啥呀？这没音，没音就别害怕了，回中路。哇，好忙，小炮还交闪了。我们推中。中塔如果能掉啊，就很好了。他中塔的血有点多，我推我上塔的咖喱哦。哎，别掉线儿啊！白追在你后边，小龙不能要了，给了吧，没事，就两条给对面吧。那维恩还掉线了，哎，这玩的真累，就菜菜就算了，还老掉线，咋了？这有什么打不了的？那个嘲讽假猴，先杀这咖喱哦。哎，我 W 怎么没放出来呀、啊？他还有金身啊，不好杀。死亡之舞来不来一个呢？不来一个，我们出九头蛇下一件装备。小炮三杀，点人，先把这咖喱奥给他转死 ，AQEA 再转，哎，打算拿俩人头可不容易啊。哎，真能拆，这小炮真他妈的能拆，他是真能拆，给我上，那木有大 Q 一下 W 平 A 平 A 一 A A Q 杀假猴，可以给我来打大龙，给我来阿木木王吧，可以打亚索，伤害不知道够不够啊，试试看吧，就是即使对面过来打一波船我们也能打，没事，潘森在下边勾引可以偷一波龙啊，这波其实比较危险，我跟你们说，但是我们家四打五必须尽快取得优势，对面如果不知道这波我们在打龙就可能翻盘，如果对面知道我们家在打龙，那这把继续也就不打了，
快走，我打个红，给我红，我们团无敌啊，我们团无敌，比对面狠。回家九头蛇别死啊，千万别死，等一波阿木木大招，等你啊，等阿木木大，这小炮什么意思我没明白，先杀咖喱奥啊，小炮不知道是摁错了啊还是吵架了不知道，直接一个跳跳进人群之中，可以啊，好跳，抬住，哎呦天哪，这个泰坦你都杀不了，他370的移速，你玩个维恩400多移速追不上泰坦，小龙，是狗屎了，追，小龙把小龙打了，人家亚索也狠呢，去把这边上路拔了，这走过路过吧，这都不要错过，像这些野区啊你就都通通给他拿掉，干他，别怕，往我这走来，这玩玩不知道干啥呢，我这黑切白除啊，对，拆上路二塔，不拆了，撤，走吧，来一个蟹手啊，出个蟹手，把蓝拿了，蓝拿完以后我们去把下路推了，不了啊，一波这玩吧可以杀啊，我们有这个黑切杀着玩吧还是很好杀的，抽死，潘森这位置不错啊，对面肉太多了，对，你就出分离者、啊、三项也没用，也打不动，可血战斧也不厉害，算了，就分离者就挺好，省得他妈太肉，潘森飞啦，一路走好，祝你起飞，潘森上当了，
往我这走来。你说你来回晃晃晃晃晃，你晃啥呢？晃啊，晃来晃去的，打个红的。不用跟我点信号，他们几个技能都用完了，这波他杀我，拿什么杀我？往右走来，小炮这是犯病了，我这一看呢，小炮还追，还追，你们几个人追我呀？不会就泰坦一个人吧？来追来勾，大龙可以要。我出个收集者，收集他们一波。杀泰坦可以杀，逮住，杀的就是泰坦。哎，出这个也行，大穿甲也行，就是都可以，都一样的。就是我就是想打小炮疼一点。加里奥给我杀了，往前堵，堵住他，你也别走，我跟你说，你也走不了。那什么，高地复活了，勾人啊，勾，让他勾甲猴，勾死他。这也不顺风啊，你说老逆风。